连好几天，在大鹏湾国际赛车场，台湾宾士举办了2015智慧驾驭体验营的活动。而在最后一天，也就是今天，汽车世界终于来到现场，一同来共襄盛举。这次的体验营活动总共分为三大个区块。第一个区块呢，它的主角就是 C Class 的最新成员 C450 MG Formatic。我们将通过大鹏湾赛车场的连续弯道，去体验它底盘的实力以及操驾的乐趣。而第二个区块当属十月才刚发表的 SUV 大军，其中包含了 GLE、GLE Coupe 以及 GLC 等等车款。第三个区块则是着重在安全防护的部分，全新的 Intelligent Drive 智慧驾驭辅助系统，可以带给我们更好、更安全的驾驭体验。而说了那么多，当然我们还是要透过我们的企划报道，让各位来深刻了解我们这次究竟体验了什么。首先，在第一个项目之中，我们体验了 C450 AMG Formatic， 而它搭载的 3.1 升 V6 引擎可以输出367匹最大马力与 53.1 公斤米的最大扭力。而在试驾的体验之中，也特别在现场摆放了一台 C200 以及 C250。而透过我们交叉比对之后，确实 C450 在超驾的反应上，在底盘的极限容忍度上，确实比其他 C Class 成员要高出不少。我想这可以归功于 C450 它沿用了 C63 的底盘设计。而在过弯之中，我们也发现 C450 常常以一种非常轻松的姿态去攻克各个弯道，而 C200 和 C250 只是稍稍的你会感受到它的极限已经将到了。所以说我们在 C450 身上的确感受到了宾士的底盘制作能力。在体验完了轿车之后，当然我们接下来要体验的就是全新世代的 SUV 大军，包含了 GLC、GLE 以及 GLE Coupe 在内的等等三个车款。我们在进行的场域之中，包含了上下坡以及不平的路面。在正式体验之前，来自德国原厂的教练也特别提醒了我们一个要诀，那就是要慢。也因此呢，我们不管在上下坡或是在不平路面的行进，我们都是含着油门，并且一点一滴的去释放油门，去增加它的压力。而在这个样子的情况之下呢，全新的 SUV 大军它都能套合着它的四轮驱动系统去攻克各个领域。而在 SUV 体验项目的最后一个关卡则是绕锥的练习。由于车格的使然， GLE 在绕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感受到它侧倾的幅度是较大的，而 GLC 相对来说就是轻松许多。但是不论是 GLE 或是 GLC， 我们都可以透过适度的方向盘的转向去顺畅的进行绕锥的动作。而相比轿车来说，虽然说绕锥的幅度、绕锥的难度会稍微大一点点，可是依然在休旅车之中保持了一个不错的水准。在最后的安全科技体验项目之中，台湾宾士搬出了两台 S Class， 他们分别都搭载了 Intelligent Drive 智慧驾驭辅助系统。在前导车的引领之下，后方的两台 S Class 可以透过水箱护罩中央以及前挡上面的两具雷达，分别侦测金属以及非金属的物品，也因此它能够做到 ACC 主动跟车以及转向辅助系统。在转向辅助系统侦测成功之后，我们基本上不用透过我们的双手，便能够依随着前车，车辆会自动做转向的动作。不过在一些比较大幅度的弯道之中，它的侦测还是会有失效的可能。不过我相信这几个概念在未来技术越来越加成熟之后，也会全面应用在自动驾驶车辆上面。透过今天一整天的体验，我们确实感受到了宾士新产品的魅力以及安全科技的精进。我想在未来接续着还会有着更多的惊喜出现。如果你也对 C450 AMG Formatic 以及全新的 SUV 大军有兴趣的话，不妨走一趟展示间，亲自去体验去感受，或许你会有不一样的想法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，下次再见。